布道石地处挪威南部，靠近斯大曼格市的吕瑟峡湾中部，是一块天然形成的巨石，突兀地直立于峡湾深处的崇山峻岭中，垂直落差604米，顶部大约有625平方米的平台。从斯大曼格鱼市轮渡码头乘轮渡前往套，由套乘巴士前往布道石，当天有多个出发班次，你可以选择适合您的计划行程。轮渡约45分钟，巴士约30分钟。第一段比较陡的那个石头路之后，会到一片相对比较平坦的路，可以调整一下。然后周围可以看到一些峡湾的景色。然后可以挑战一下那个溜索。今天很热，所以要带上水，但我还是只带了一瓶水。山间有一点小溪，可以喝一下。